大家好，我是碧秀，欢迎你收看《台爱在时新闻》。今仔日是2021年12月13号，礼拜一，旧历是11月7日。国际消息呢，首先来关心的是西班牙老峰火山喷发的长12号，已经满85天，这也是帕尔马岛自16世纪以来所记录的上长时间的喷发，民众的生活长期受到影响，相当无奈。Que hoy sea tan largo es duro porque es que nadie nos esperábamos que fuera a durar esto tanto. Nos habían dicho que podía durar hasta 80 días, pero ya hemos superado, estamos superando todas las barreras y ya estamos un poquito todos hartos y hay gente que ya no puede más. Y bueno, pues viviendo como podemos.自空中摄影的画面可以看到，这个火山哦，冒出了大量的浓烟，岩浆也不断流出来，形成了真侪洞穴哦。老峰火山伫个9月19号首度喷发，到当地12号的统计呢，已经损害将近3000栋的建筑物，上千人被迫撤离，也造成了500万欧元的经济损失。再来看是澳洲的巴尔干半岛落下了大雪，在画面当中，咱看到真济所在呢，这个交通是大打结了，甚至传出了断电，使得民众无法度取暖。吐雪车呢，来来回回，总算是清出了路面。塞尔维亚首都的机场呢，一度因为真歹天气哦，佮加上断电取消航班，也塞尔维亚西部大多数地区拢嘛是无电通好使用。当局警告民众呢，最好是避免无必要旅行。也伫阿尔巴尼亚连续落大雨也落雪哦，当局出动了军警来救灾。保加利亚更加是因为南部地区呢大水哦，淹水的状态是真严重，所以宣布进入了紧急的状态。咱台湾的天气呢，这礼拜头尾哦有两波的冷空气，啊，今仔日明仔载两天呢，东北季风来影响，所以北台湾有短暂雨，加上北海岸有局部大雨，也是讲好雨。也今仔日透早呢，本岛平地上低温测到是伫南投竹山有13.6度哦。也明仔载即时开始到礼拜四，温度会回温。第二波的冷空气是伫礼拜五开始的影响，到时阵呢，北部东部又搁是转为湿冷的天气。台北车头呢，有风沙接种站顶礼拜日哦，也就是5号启用以来呢，已经接种了18000剂莫德纳疫苗。指挥中心决定会再一次来延长开设哦，一直到下礼拜二，也就是12月21号，会当开放本国也是外国人士呢，随到拢会当随注射。目前还有125000剂莫德纳疫苗伫月底进前还阁有效。新变种的病毒株 Omicron 威胁到底是有多大？世界卫生组织公布初步的数字来指出哦， Omicron 的传染力呢比 Delta 更加强，而且会消除有风险的效力哦。也目前为止呢， Omicron 确诊的病例，因的症状是轻微，有的人是无症状感染。不过呢，当前取得的数字也阁无法度来断定哦，伊到底严重程度是偌大。来看美国的华盛顿州西雅图南边的两栋公寓哦，今年在热浪的时阵哦，前前后后发生了大火灾，住户在一夜之间呢，失去所有的物件。住宅之间在灾后两礼拜以来，都完成了现代卡的发放，而且协助因会当来重建生活。也最近呢，因为年底到了，尤其是美国人哦，真重视的就是元旦节，之间提早来募一寡物资。根据每一户家庭无同款的需求，送来上实用的礼物。西雅图的会所内底，几楼底桌啊摆满了无同季节的立秋衫裤，只讲无用打包。你看他这个是 man 啊，所以他不要小孩啊，所以你们就不要放小孩东西给他。所以这个家庭的成员就只有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遮拢是要送予公务火灾受灾户元旦礼物，只讲对木制甲装箱无用了3礼拜。从一开始来的时候非常的凌乱，像一个小山一样的，到后来一个礼拜一个礼拜的，等到我们要送出去的时候，贴上了慈济的 logo， 箱子整整齐齐的排在这边，让大家都非常有成就感。
所有的物资装箱了后，立刻送往塔克维拉社区中心。只讲按照每一个家庭无同款的需求，予伊物件，不少人找到新的住所，准备重新徛起。Your gift was just amazing because that money went so far to get us food, to get us clothes, and even things you don't think about like gas to get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because we had lost everything. So we're eternally grateful.Your foundation that helped us so much. Today was the biggest blessing. It's like a biggest help for anything that helps with me and my kids. I'm pretty sure you'll see like the biggest smile on their face if they see all this from you guys. Your new home. 克林顿和安琪拉这对未婚夫妻两礼拜前才结束住在别人家的日子，已经有了新厝的因，即马想要做的更加多。Every day when we come home from work now, we put our change in our jar and we're doing our best to fill it up so that we can give back. It's good to see you guys and we're blessed that you guys care because we know that you guys do. It's like an extended family. 组织人四个月的陪伴，在这个社区也带动出不少位的少年志工。I was actually involved at the Hanover fire. That's where I met this organization. Thank you guys for being here.And helping the community. I'm happy to be here and help and everything else. 组织帮助在社区有了爱回馈，这份新的能量，相信会让受灾户更加紧走出火灾阴霾。台新闻郑兴谦、王玉凤美国报道。马来西亚有一个住在照顾好的囡仔米莎蒂斯尼，因为志工呢长期来陪伴，也给伊鼓励。伊尾啊呢是用真优秀的成绩哦，考到了俄罗斯有一间大学的医学系。也伊出国进前呢，因全家人邀请住在志工来吃一顿团圆饭，也因大家拢真感恩哦，讲志工陪伴因这段时间过甲真好。特别前往俄罗斯读医学系课程，米莎蒂斯尼感恩志工对因一家人长期的陪伴。In case of education, in case of food, in case of clothes, like many more that I couldn't tell, like so this helped us a lot. Thank you so much. And I will like get their blessings before I graduate. So this is a blessing. So much for everything. I will never forget you in my life.这个妈妈是非常注重孩子的教育，是很难得的，在一个印裔家庭来讲哦，实在是非常的难得。按女儿有说会像我们这样子来做志工啊，听到是真的很欢喜啦。这位妈妈为了这为了家庭啊，哦，尤其是为了这一个第二的女儿，国外读医科哦，一个人要做三份工作，所以我们就是有补这个孩子的在那一边的生活费哦。我们也看到他就是再穷也不能够穷教育啊，所以他怎么样，他把这一个女儿哦，让他完成他的这一个愿望，哦，能当这个医生啊。出国进前，米莎蒂斯尼也下下心愿，希望未来会当把温暖散布予更加侪需要的人。When I graduate, I'll be a volunteer of Suji Foundation, and I will do my best to help those poor people outside there we don't know yet.千万个叮咛，全部拢藏伫深情的拥抱当中。组织之间甲厝内底人伫机场甲送行，相信会当变作是米莎蒂斯尼伫异乡求学上大安慰。大新闻严秀桃、李文明、萧耀祖，马来西亚报道。再来，这个消息是延续进前的报道哦。嘉义的泰保呢，进前有一间华济病院，停业已经超过十年了，要来转型做长照中心。也院方呢，将这较早旧的病床，也搁轮椅一寡护具拢捐出来哦，希望讲哦，组织这志工哦，经过整理会当做一寡媒合哦。后来呢，最后一批医疗床受赠的单位是伫屏东的平安病院，也搁有一间的长照中心。嘉义华济病院清出最后一批医疗床，组织志工透过虎谷媒合平台找到了受赠的单位。屏东大同之家的主人特别北上来验收。
我们长照机构其实比较缺乏的是一些可能针对我们服务对象未来老化所需要用的一些医疗床的资源。这一次主要没合到的那个医疗床资源哦，在手动床的部分就有130张，那电动床总共没合13张，跟推床11张这样子。那对我们大龙之家的帮助是很大的这样子。对冬春时接到花泽病院的请托，要回收这批医疗硬体设备以后，主席志刚就真积极来联络专台有需要的单位。敢若是会文就载了14张。南车咱就慈济的南车志工大哥、师兄师姐，大家服务这弱势团体嘛，大家有咱的出力，关心到这和这弱势团体，就这都上好的呀。平安病院是屏东上有规模的精神科专科病院。因应人口老化，院长认为未来住民伫医疗的照顾会超过生活上的照顾，这批电动床会当提供照护者真大的帮助。因为我们的机构成立已经将近20年，那所以我们的很多住民都比较老化了，所以在生活上，如果能够从这些现有的比较固定的床，能够转换成那种电动可以折叠的床啊，生活上他们会得到很多的便利。我们这次大同之家平安医院，他们床是木头的，趁这个机会的话呢，我们把它汰新。那些他们的院友的话呢，因为年纪也大了，也更需要进一步的照顾。对于医院院方来照顾他们的话呢，会更省力也更轻松。二手医疗床有需要的单位接手来使用，发挥因的文明，嘛，让爱延续落去。台新闻沈能晴、方吉辉、叶静红综合报道。第16届的爱心奖哦，昨暗来颁奖哦，这是港澳台湾慈善基金会举办，上人也是得奖者的之一咯。也爱心奖呢，无分国家、宗教、种族，选出了8位善的楷模，包括了宗教领袖、慈善家，也个是也是公益的先行者哦。也上人呢得奖原因是因为大家拢知影啊，伊伫花莲创立了佛教克兰慈济功德会。倒位有咱组织人到底倒位，而且呢，有一挂原本哦，手心向上的人，和神的力量来感动，变成了付出帮助别人的人。上人应许2021年爱心奖，组织慈善事业基金会执行长严伯文代表领奖。回顾1966年，组织创立的信念真单纯，就是抱有大爱精神。得奖，我何德何能？我并没有做什么，什么都没有做。其实呢，在座的人很多，应该是跟大家有真诚、用爱付出的人，该得的。啊，他们的情感动力也许各有不同，但是他们无畏艰难，无私付出、慈悲心，都是一样的。一句众人行善的力量，实践爱心奖、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的愿景，温暖世界每个角落。今年4月份发生泰鲁阁事故，医疗人员前往第一线抢救，尽心尽力承担使命。组织自台湾起家，向外扩散，遍布126个国家地区。海内外天灾人祸，只要会当到位，就有志工的身影。慈济的慈善模式是可以接受大家的考验，跟大家互相观摩学习哈。慈济的强项在于说，我们除了已经有原来在做的经验跟实务的这些运作方式之外，慈济最珍贵的是我们有一个很强大的这个爱心。组织坚定善的方向，当病毒在全球流行的时阵，将物资送去疫情紧张的所在。经过55年外，同款是坚守使命，以身作则，传达正能量。台新闻梁家明台北报道。台北慈济病院举办了合心共识营，奖励特殊贡献的同仁，也搁可惜咧，奠定了今年的表现，定下了医学中心并建的目标。也病院也因应这趋势哦，将智慧医疗纳入了未来计划。欢迎你到内。台北慈济病院各单位的主管一透早去到内湖慈济园区进行合心共识营。大家都知道台北医院对
盘点这一年的表现，感恩同仁，并且期待持续往医学中心并改的目标努力。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呢，未来更加努力，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个分享还有演讲里面呢，看到自己的责任，同时也把自己的方向确定，最重要还是发大心立大愿。邀请医内外专业人士提供建议。现在智慧医疗已经把这些过去的数据拿出来，开始做 AI 的分析。针对有特殊贡献的员工，医方嘛，予因肯定，其中包括伫疫情期间辛苦的护理团队。这个奖其实代表我们护理部所有的人员，领奖而已。我们大家都很核心，很多的困难都会克服。少年医师除了临床医疗，嘛投入研究，总共发表六篇的论文，得到肯定。临床端发现问题，为病患解决问题，是我们当医生的首要目标。然后找到越精细的东西，我们可以提出更好的治疗。超过150位的同仁，凝聚共知，达成共识，期待未来做伙往共一个目标前进。台新闻黄心妍、郭嘉旭，台北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以及东北部是湿凉的天气。气象局呢，针对这个南北海岸发布了豪雨特报。另外，宜兰的平地甲台北的山区冒局部性的大雨。中南部呢是多云到好天，日时高温同款有25至27度，但是讲哦，日时暗时呢温差比较较大，大家来注意。也东北风呢明显偏强，所以沿海空旷地区都要注意。有强阵风也是大景，空气品质的有保方面，东北季风夹着这境外污染物的南下，所以西半部的空气品质比较较无好，指标拢是伫个感冒性提醒的等级，甚至伫个南部地区呢，有局部地区短时间内可能会来到红色的警示等级。给咱国民十大死亡原因呢，这癌症已经连续39年拢排伫第一位哦。根据国民健康署的统计，是2019年的数字，平均每4分钟31秒都有一个人罹患癌症。台湾癌症基金会举行了十大抗癌勇士颁奖的典礼，将这故事呢出一本书，鼓励哦目前伫咧抗癌症的人哦，希望会当活到比过去搁较精彩。是红军成就人赞。原本身体臃肿的林子宏，对2016年开始分别得着鼻咽癌，也个肺癌，但是伊真感恩家己有这个福分。在得癌症前，捐出伊的造血干细胞，成功解救了一位肺癌的患者。但也是很感谢，救人与被救同时，但是可能也是有这个福分。实际是因为心灵上的救护，让我有机会先去救人。另外一位抗癌的勇者黄素春，得到鳞癌，也有肺腺癌。在积极治疗的过程，所遇到查某囝，嘛得到肺癌和骨癌。我路两个人是做伙面对癌症，所以这一段路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一个人要扛下，就是这一条路真的很难走。所以，可是女儿也很坚强，遇到了就面对吧，然后要相信自己，相信医生，面对自己。一个类型的鼻型肝炎对中。让陈以宁发觉家己变成肝癌的患者，无服输的伊坚强对抗命运的创敌，努力治疗，持续运动，希望找回健康，对抗疾病。你会走出那个最低最低潮的时候，也许并不会完全根治，但是那个心情很重要，就是你开心一点，你就可以活得比较没这么痛苦。看到我们怎么样来掌握生命，怎么样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好。
那今天这一句话，我们要活得比过去更精彩啊！其实这是一个很振奋人心。掌声恭喜子宏。得到癌症，但是活出精彩。抗癌导师以无比坚强的信心，正向面对疾病，继续向梦想起飞。台新闻蔡佩莹、邓英中台北报道。今天是12月13日，这2021年呢，还有19天就过完了。要今年呢，真侪就是家庭同款，在疫情之下，生活是真困难，所以有一群呢企业家哦，真发心，大家共同在一个月就汇集了120万的物资，有30多位的志工做回来包装装箱，大家共同希望要帮助这些弱势家庭，会当过一个好年。30位义工排一排，大家分工合作，将物资放入去箱仔内。短短2点钟，400箱装着米、甲油的生活用品的箱仔，就排出一大面。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说相对的，我相信这些弱势家庭、弱势家族更需要一些社会善心人士去帮助、去协助他们。带头做好代志的企业家叫做陈春干，大家拢叫伊阿甘子啊。细汉艰苦过，所以会当将心比心，用2天的时间募到120万的物资。你好，你的是？收获的家庭400盒，摕到高米杯，也够有生活用品，心内真感动。你帮我拿这个吧，对我很多大很大的帮助。怎么做？可以让我们全家吃得饱。这艰苦人到位，真好啦，真好啦，给他感谢啦，感恩啦。辛苦的家庭感恩，无何人放袂记。付出的人满心欢喜，会当伫别人心中种下善良的种子。台新闻台评选李月维台中报道。资济科技大学呢举办“熟悉人生，说话人生”的市集哦，特别选择游客比较较侪古铁基路的行路区哦，希望予搁较侪民众有机会来接触熟悉。各种特色的单位紧紧着吸引民众的注意。买好多东西哎，看起来都好好吃哦，对啊，树好像还蛮不错的。那我们只希望把一个传统的小吃，然后做成素食，让更多人认识。不只有应用好食的素食，资济科技大学的学生嘛，伫现场利用弹力绳教大家做简单的伸展运动。肌肉都有运动到，然后汗就感觉有一点流下来了。大概是练手部这一块的肌肉，就是什么肱二头啦这样子，然后或者是扩胸。运动完后吃有益身体健康的东西，然后让身体吸收，是促进身体更健康。推广素食，大家都真用心。我们在学校有一个微型创业的活动，那我们希望让这些学生呢有所谓的一个成果展，所以我们就结合在地摊商来介绍说，哦，其实素食也可以非常的好吃，推素如素是可以很简单的，也可以很容易落实。不刺激，也够免费 DIY 教学创意素食料理，让更多人对素食不再感觉生分，在家里就能动手来做，进一步成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台新闻黄孟晶、翁国佳、华联报道。家己若有机会将歹去的物件修理好势，其实真有成就感哦。唔知大家是不是捌听过维修咖啡馆这个名词呢？这个理念哦，12年前呢，源起于荷兰，也高雄呢也结合了各地社区大学哦，啊，各类民众将厝内底各种的物件呢，扎到维修的咖啡馆，即搭有一挂真有修理技能的人哦，做伙来享受修理物件真趣味的过程。对啊，把它活下去啊，真的活下去太可惜了。清查使用的物品拢是粉红色，吴小姐唔甘以八年的镭射印表机和玩具穿破死刑。有感情了，这么漂亮的一台印表机，原厂跟我说修理要2800，他建议我把它扔了，不是钱的问题，把它当做垃圾扔掉太可惜了。有心找到零件，伊就特地修。皮带断掉，跟中医的望闻问切其实蛮接近的。像这台，我不用拆开，我听它的声音，我就知道它问题在哪里了。退休的阿基塞，我用伊的好手艺来维修民众的家电宝贝。过去是在港口修理货柜起重机，
不是说小 case 你就扔了，事实上在生产都要浪费很多物资资源。我们带回去修了，原来物主回来再还给他，可以做循环啊，这个丢掉太可惜了。家己的物品家己修理，维修运动开始流行，全球超过2000个维修咖啡馆同时行。手机都是基本上都效能过剩，旧的那一代还是可以用。起源第一站荷兰的这个维修咖啡馆，他们其实有高达66%的这个维修率，省下35.5公吨的这个二氧化碳。欧美的修理咖啡馆进一步连接到修理权运动，延伸生产者责任，要回应到所谓循环经济里面。第一个，你要制造的东西应该是耐用的东西，你甚至要有新的商业模式，是共享的模式，打破我们现在的线性经济、快时尚这一种模式。挑战资本主义的计划是淘汰商业模式，改变观念，才能循环经济。台视新闻吴怡萱、王昭忠高雄报道。台中有两位国中一年的学生哦，因的阿公阿妈拢咧种田，所以两个人利用国小毕业暑假的期间呢，摕这摄影机哦，将阿公阿妈做事的一天呢，拢记录落来，而且呢，甲家乡的美丽、亲情的互动哦，做一段这纪录片，送给阿公做生日礼物。悟风，他的旧名是阿照悟。纪录片以空拍镜头开场，拍影片的是这两位少年囡仔。有树当背景还不错看。有时候距离太长，就是很难会控制它飞行的速度。欧阳云佑甲廖冠勇拢是武峰的囡仔，吃阿公阿妈种的米大汉。记录我和奶奶在田里面的生活，也可以让大家知道雾峰有深藏水稻，还有很多漂亮的美景。利用国小毕业的休假，因摕起镜头跟拍阿公阿妈。做有机的，敢有较省钱。写脚本问问题，拍影片有的时阵一个座位爱定来五六遍，真侪困难需要克服。写旁白的时候，因为我国文不是很好。拍片的时阵，当时热天，大粒瓜、小粒瓜，伫准到边啊冲凉休困，努力完成作品，是因为。我外公的生日快到，所以我想说，我做一部记录家乡的影片，送给我外公当做生日礼物。这个生日礼物，我真特别，我真的真欢喜啊！因的纪录片嘛得到第一届纸风车少年金像奖的优选，记录家乡的水，嘛记录温馨的亲情甲友情。台视新闻赖佩萱、欧阳光辉台中报道。第二阶段新闻，将时间交主播倪明君。好，谢谢碧秀，继续来关心国语新闻，我是林君。台电又发生了意外，台北市景隆街变电所昨天早上9:42爆炸，消防队紧急灌救，44分钟后扑灭火势。这一场意外造成双北300,000户停电，台电动员上百人力抢修，到下午1:07的时候全部恢复供电。而台电表示，电网设施故障，绝缘油燃烧引发了这起意外，跟电力的供需没有关系。而后续除了加强检查，也会尽快把设备搬到新的万隆变电所建筑里面，避免类似的事件再度发生。浓浓黑烟最下方可清楚看见火舌不断窜出，位于万隆的台北一次变电所发生机组故障，吓坏周围住户。就大声的砰砰啊两声，啊我计用楼顶唔知虾米呀倒落来，但就有被吓到了。对了对了，因为咚一声嘛，我想说我以为是瓦斯爆炸，你知道吗？瓦斯桶哦。建造30多年来，台电表示，这次变压器起火燃烧是近两年最严重的事故，瞬间造成双北包括文山、新店、深坑、乌来、中永和超过30.5万户大停电。5号配电变压器因为设备故障，造成了绝缘油燃烧，是绝缘油哈，那个下面并没有油库，燃烧所产生的浓烟，造成其他设备的绝缘不良。消防队出动6辆化学车，利用泡沫灭火，火势控制之后，也不敢立刻离开现场，持续进行降温。因为它现场有储存绝缘油约10,000公升，那消防队除了以化学车，另外还有以那个固定自动炮塔架设，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而台北变电所故障后，连带中和区一座高压电塔电缆起火燃烧。回到事发地点，整座电力设备裸露在外。长期来，居民诉求希望能搬进相隔一条马路全新打造的万隆变电所建筑内，动工十多年来却还是不见动静。啊，因为都还大楼都还没盖好啊，使用执照都还没拿到啊，所以整个基础还没往下移啊，所以就是一直拖啊。但是居民对这个变压器搬进去是意见是很多的，那因为我们设备搬不进去。所以我们既有的台北一次变电所就必须沿用，沿用下来的开放式空间延伸出安全疑虑。接下来除了增加保养巡检次数，也希望能尽快迁移。所以如果我们新的变电所搬进去之后，这个问题就不会发生了。所以变压器会用新的，开关设备也会用新的，消防设备也一定很完整，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这次大停电虽然很快就恢复供电，台电也允诺受影响的民众会依据停电时数扣减电费。台新闻消息节李明华台北报道。再来关心新冠肺炎的疫情，昨天本土零确诊零死亡，不过有六例境外移入。原本昨天台北车站就要暂停接种的服务，现在延长到21号星期二，每天下午1点到晚上8点都可以施打。而至于中研院感染事件，女研究员助理研判被实验老鼠咬伤之后，没有遵照 SOP 流程先脱防护衣，而是先脱掉手套，可能因此感染病毒。中研院女研究助理确诊，目前怀疑是实验室内的交互感染。12号指挥官陈时中表示，女研究助理脱掉防护衣的过程疑似出现漏洞。我们在穿脱着防护衣的时候，一般我们会先脱衣再脱手套，然后那天他因为有被相关的这老鼠咬到，所以也急着似乎好像有先脱手套再脱衣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我们的标准动作流程是不太一样，但是不是因为因而这样子而感染到，现在也不敢确定。女研究助理被实验鼠咬伤后脱掉防护衣，不符合 SOP 流程，是否因此确诊还必须进一步确认。由于 P3 实验室操作的几乎都是容易传播的病原体，不过也有分为只做细胞实验和可做动物实验的不同等级。 ABSL 实验室可能会碰上动物挣扎，比起静态的细胞培养难度更高。只要手部离开生物安全柜，如果没有把握它是100%是没有沾染病毒的，就是应该要更换，只才能够避免这个病毒从生物安全柜被带到环境里面。脱除隔离衣的时候，一定会要从内往外卷，避免手部去沾染到病毒。研究人员时刻面对高传染风险，哪个环节出问题，似乎都指向 SOP 操作流程没有被落实，都需要再进一步调查。台新闻台北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方面，英国 Omicron 疫情严峻，超过3000人感染，全球最多。 Omicron 很快就可能取代 Delta 成为主流病毒。首相强生电视演说要民众提高警觉。 Earlier today, the UK's 4 chief medical officers raised the COVID alert level to 4, its second highest level. Because of the evidence that Omicron is doubling here in the UK,every 2 to 3 days. No one should be in any doubt. There is a tidal wave of Omicron coming. 两剂疫苗保护力还是不足。原定明年1月上路，18岁以上打加强剂将会提前，并延长接种站开放的时间。英国研究预测，如果不加强防疫， Omicron 病例可能在医院大爆发，5个月可能会夺走至少25000人的生命。以色列严格防疫，接种率很高，不过前天还是通报了20起 Omicron 病例，累计55个人感染。相关单位召开了会议，打算再度扩大施打加强剂。ככל שנקדים להתחסן, ההגנה תתפתח בגוף עוד לפני הגעת האומיקרון. 以色列开放5岁以上民众打第三剂，全国高达40%的人口已经随意加施打。此外，当局也宣布，因欧洲 Omicron 疫情扩大，
将英国、丹麦、比利时列入禁止民众前往的红色名单。再来关心美国龙卷风的灾情，超过30个龙卷风重创中部六州，摧毁大量的建筑物，伤亡惨重。而灾情以肯塔基州最严重，已经有80个人死亡，而6个州的累计死亡人数更可能超过100人。路树招牌倒的倒，断的断，大片房屋被夷为平地，只剩下废墟。不难想见龙卷风袭击当下力道有多么惊人。The wind was blowing so hard, I nearly fell, and got here in the hallway, and we got down over our dogs, and we were both praying.超过30个龙卷风10号晚间从美国中部的阿肯色州北上，一路横扫，最长距离达到400公里，是美国有记录以来路径最长的风灾。多处传出建筑不敌强风倒塌，其中又以肯塔基州的梅菲尔德市灾情最为惨重。This has been the most devastating tornado event in our state's history, and for those that have seen it, what it's done here in Graves County and elsewhere, it is indescribable. But I am totally appalled. The courthouse, the hospital, I mean everything, the churches, large churches that have been here a long time. 灾难降临当下，只见屋外雷电交加，警报声不断响起。一座蜡烛工厂硬生生被吹垮，上百名员工来不及躲避。网购平台亚马逊一间仓库部分屋顶也在暴风肆虐下应声倒塌。一位送货员当时正在路上，侥幸逃过一劫。I was on my way back to the Amazon building to return back after my route. You know, the dispatcher, she's like, "You guys can't return back. You know, the building has just been hit." 而在阿肯色州，则有养老院同样遭受狂风摧残，导致数十位居民受困，甚至伤重死亡。Jill and I pray, and I'm sincerely mean this, pray for those who've lost loved ones and for those who are uncertain of the fate of their loved ones. 目前肯塔基州已经进入紧急状态，其他各地政府也全面动员，全力投入救灾与重建工作。大家新闻和范正编译。美国龙卷风最常发生在春天和夏天。1900年到现在，美国前十大龙卷风灾都发生在3到6月之间。这一次竟然在12月，而且龙卷风而是有30多个，专家也觉得惊讶。I was watching the radar last night and I was saying, wait a second, this is December. How is this happening in December? Boggled my mind as a meteorologist. 树木倒在路上，车顶朝天，小镇面目全非。这次美国龙卷风灾其中最大的一个，直径约有1.6到3.2公里。专家说，这意味着你根本躲不掉。It's so large and so powerful that even if you're in shelter, you're at danger of losing your life.专家分析，由于美中地区温度高于平均值，导致从五大湖过来的低气压增强，又因为遇到不稳定的空气，再加上大气出现多次雷暴，形成龙卷风的雏形。但龙卷风通常好发在3到6月的暖季，现在已经12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It's certainly true that climate change is making it more likely to have intense tornadoes outside of the usual season we think of.专家表示，气候变迁让温暖的日子变长，导致现在一年四季都有可能有龙卷风灾情。另外，龙卷风发生的地点也受影响。It used to be that Oklahoma, Texas, that area was the center of Tornado Alley. In recent decades, that has shifted. It's more in the southeast U.S.死亡人数持续攀升，但噩梦恐怕还没结束。专家警告，下周还有另一个风暴系统将横跨美国中部，呼吁民众提高警惕。台新闻刘觉瑜编译。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在英国举行外长会议，讨论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不断升温的紧张局势、亚洲的南海争议、缅甸军政府以及伊朗核协议等等。这是英国担任轮值主席的最后一次实体会议，明年将会交棒给德国。而德国新的执政团队刚刚上任，如何处理这一些棘手的问题，考验他们的磋商能力。七大工业国外交部长一字排开大合照 ，G7 连续2天在英国召开会议。And we need to come together strongly
to stand up to aggressors who are seeking to limit the bounds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这次会议一大重点无疑是这个。Big issue has been the situation in the eastern border of Europe, in Ukraine, where Russia's marching troops. This represents a threat.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呼吁西方与盟国应该要团结起来，支持乌克兰的主权跟领土完整。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也表示支持。I've been very clear it would be a strategic mistake for Russia to do that, but also make sure that we're building security and economic relationships.With like-minded partners, including Ukraine, to protect them in the future. 美国总统拜登则警告俄罗斯不要轻举妄动，否则将付出惨痛代价。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for his economy are going to be devastating. Number two, we will find it required that we'll have to send more American and NATO troops into the eastern flank. And number three, the impact of all of that on Russia and its attitude, the rest of the world's view of Russia.Would change markedly. 除了乌克兰和俄罗斯的争端，会议也聚焦在有关伊朗核协议谈判卡关、缅甸军政府统治以及南海争议等问题。带新闻刘觉瑜编译。六月三日，我跟我家师姐同时染疫，因为我家师姐是出宿，她是轻症，住防疫旅馆。我因为吃荤食重症，被隔离治疗。我六月十四日从台北市立和平医院平安出院。隔天，我一生最大的贵人刘敏云师姐及时出现了，布下天罗地网把我网住了。我乖乖从荤食转素食。以前我有高胆固醇、高血压、肝指数也不正常，现在都恢复正常了。很感恩上人在我及时危急时候系上奔超引及浓缩液，救回我的一命。墨西哥伊达戈州的图拉市九月大雨，2300户受灾，40年来最严重。当地的慈济志工看灾后建立名册，发放物资和粮食。这是第一次由墨西哥本土志工跨区统筹进行的发放，总共29位志工先发送购物卡、毛毯给25户的家庭，星期六会展开1000户的大型发放，让受灾家庭在耶诞节之前拿到他们需要的物资。澳洲黄金海恩志工在伊普市一年举办4场发放，改在耶诞节的前夕举办岁末发放。有156户照顾户可以领到将近1000台币的购物卡、干粮等用品，欢度佳节。发放还没开始，停车场早已排满人潮。因为疫情，慈济连续第二年向伊普高中借用场地发放，空旷场域遵守防疫，降低染疫风险。一条龙动线，不漏掉任何一人。看到行动不便的民众，志工主动协助领取。领到粮食、民生物资和50元购物卡，心中大石终于稍微落下。自己能吃饱，也希望他人不再挨饿。大家趁着排队空档，将身上仅有的钱币汇聚，期盼这份善念也能漂洋过海，人人共好。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洪婉文、林玉彤、彭慈涵，澳洲报道。慈济育成计划帮助弱势生学习，不只补助学习的费用，还帮忙寻求资源、传承经验，透过教育翻转人生。小时候妈妈工作很忙，
然后就会给我纸跟笔，让我在旁边作画，我就慢慢画出兴趣来。我现在跟妈妈，然后跟弟弟住。爸爸，我国小二年级之后就没有再看到他了。一路走来就是，我是心疼小孩子啊，因为没有爸爸不是他们愿意的。他一开始就是自卑嘛，然后比较内向。我们看好你啊，所以真的是要多多加把劲。我刚认识他的时候，弄就嗲没了啊，就闭嘴。那到这样一直慢慢接受嘛，他那个心里有没有打开了？他现在变得更阳光、更活泼。我们像考试很常要一直换用具，一直补充，一次就好几千块这样买，就很担心妈妈的经济没办法负荷。他们每个月都会说有没有需要什么新的填充的那些材料那些的，然后就会想说看我需不需要，有时候甚至还会说叫我去多买一些，纾解我非常多的经济上的压力。育成计划它跟我们平常的方式不同，因为不只是给钱，不只是给爱，还要陪伴孩子的一些的学习的经验的传承，让孩子不会因为家庭的因素而放弃了学习，放弃了继续升学的机会。好的大学代表他的未来会更大，最少他的未来会更无限的宽广。育成比较具体的做法是，我们会针对小孩子的会有生活补助，还有学费的补助，我们也可以协助他补习费。长庚大学医学系的小孩子，他那时候在实习的时候，一获得那个最佳实习医生的时候，其实他第一个通知的不是他家长，他是把这个喜悦通知给师姑师伯。他是系上第一名毕业的，那他那时候也邀请师姑师伯还有社工一起来参加他的毕业典礼。三餐的准备是由我来负责。家里面从上到下的那个清洁啊，整栋屋子的清洁，为了让妈妈不那么辛苦，因为妈妈是要上大夜班。我第一次出去工作是国三的时候，做工地出工有一个好处是，他薪水是日领的。经常就是被木屑砸到手，这个都算小伤。然后我之前有一次比较严重的是，我那个腰有闪到，让他那么少就做那个，真的不舍得。这是越南嫁来咱台湾，寒暑假都靠自己。第一学期的注册，我觉得他就有困难了，因为高雄的大学是私立的。这个帮助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大，就是我可以就是不用再去多担心自己的生活费啊、学费，我可以放心的去那个去专注于念书，专注于攻读我想要的学位。未来的目标是希望能够考上学士后中医系，然后之后未来当一名中医师，希望能够就是透过自己的一些付出能够回馈给社会。如果我们所有栽培的孩子都可以考上好的大学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家不是只有自力更生，他们可以脱贫，他们可以翻转他们的人生。育成计划最终的目标就是陪着孩子一起圆梦，建构他的人生新蓝图。惠民基金会是台湾唯一照护视多症患者的慈善机构，目前安置了190多名病患。充满爱心的师长因材施教，让视多症的患者发挥出令人惊艳的音乐还有艺术才华。今天异世界的爱专题，一起了解。我要沿着这个指滑条往前走，你可以自己去找到洗手台，然后开始今天的工作吗？我自己去。一、二、三。
需要什么？我需要一杯美式咖啡。听到咔咔的声音，咖啡已经好了。把咖啡杯拿起来，找到定位杯，把咖啡倒进去。咖啡好了，全盲的药贤要如何端给客人呢？走到第二条的那个指滑条时候，向左转，好哦，就会到客人的那桌。可以。咖啡来了，好，请慢用。谢谢。不客气。口语能力也变强，那也会慢慢的会把自己的想法能够讲出来。未来想要开咖啡店吗？会。那为什么？因为还会赚钱给爸爸和哥哥和家宝的老师。视多障患者要圆梦，得付出比一般人更多的努力。于是惠民这间庇护工厂成了药贤和其他院生学习成长的地方。取得街头艺人执照的院生轮流表演。美妙乐章，客人度过悠闲时光，也颠覆了对于患者的刻板印象。一张纸到了冠廷手中，仿佛有了生命。这是很神奇的一个地方，它不仅凭记忆，也凭感觉。他只要没有来上课，他在家里面，他就会越来越。可能就跟社会脱节了，以后他可能就会退化了。上天夺走了他们的某些感官，但只要有舞台，就能展现被赋予的恩赐。他是吕文贵，智能和视力多重障碍。是莫老师的手吧。就是去杨老师那边上课。现在会学哪些乐器？小提琴、电子鼓、爵士鼓、铁琴跟木琴，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的。掌声原本是这群视多障患者不敢奢求的事，但他们办到了。他本来只是坐着都不会动的孩子。他有一天他自己会走到我们的乐器旁边坐下来开始打击。孩子他是耳濡目染的，因为只要我们没有放弃他们，他们就不会放弃自己。太嗨了，太嗨了，这样子一整块的精神都来了，这样整块精神是不是都来了？夫妻可以同行在这当中，说尽一点点这样微薄的力量，然后呢不要用世界的眼光去看成就，而是看着孩子他们需要的。异世界的他们感知的世界也许不同，但有一种不必看不用摸却能清楚感受到的东西，那就是我们和他们共同拥有的爱。俄罗斯举办了年度泰迪熊展，新闻最后带您一起来看看。也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大爱全球新闻，祝福您平安欢喜，我们再会。